来，老婆，嗯，来个半拉鱼。又做这么一锅啊？整你喜欢的，我每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嗯，太香了。老板，老板，先别吃了，赶紧给我来200块钱海鲜。大姐，你要200块钱的，你家冰箱能放得下？200块钱不就几包海鲜吗？我说怕你吃不完，在咱们家一张都用不了，就能买到满满一大箱子。老婆，给大姐好介绍一下。大姐啊，太香了，给您介绍介绍啊。来，这个啊是咱们家扇贝肉，三包大个还带黄扇贝肉，三包鱿鱼脖5到400克，2包的深海章鱼须，再来上2袋青黄肉，还有2包花甲肉。今天啊，你给小妹点个小红心，小妹送你2只大澳鲍，满满一大箱子，一共14包，只需要99，还包邮呢。哎呀妈呀，这也太多了吧！这是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下方小黄车。